女星秀智前阵子正在拍摄新剧《我的女神是由斗娜》，剧集杀青后便开启了度假模式。日前，她在社群平台分享了一段游泳的影片，并在文中写到人生第一次在水里游泳，克服了深水恐惧症。从影片中可以看到，秀智身穿粉色比基尼，姣好身材非常吸引眼球，一双纤细的大长腿更是令人羡慕。她看起来非常享受在水里游泳的模样，完全看不出来是第一次游泳。原来这次秀智与好友们一起外出游玩，女星娜娜也公开了和秀智、江基岭三人一起拍下的合照，以及自己与秀智牵着手游泳的影片。娜娜在水里试图偷亲秀智，让对方忍不住笑出来。两人之间的友谊让我们感到很惊讶，纷纷留言大赞，美女同框的画面实在是太养眼了。